你别笑。哼！叮叮，藏桌子底下想吃独食丝吧？行，今天我就满足你。啊！有人。哎呦我去，看看这娘们儿尝什么好吃的哦。老公吃饭了。哎呦，盖上了啊。这两个你选一个吧。选什么选呢？就选前面这个。我也想吃这个。你吃什么呀？我先选的，当然给我吃了。可是我想吃这个。哎呀，你就只吃前面这个，后来我就麻烦死了。开始。这不有面条跟鸡蛋呢，还不满足啊？快吃！行吧，那我先吃了。吃吧，一天天的，哼！给你吃，你以为我躲桌子底下玩？不就是守这鸡腿吗？老公，来，打开我们一起吃吧。哎，吃什么吃啊？我现在又不饿，我待会吃。等你吃完了我再吃，真是的。我先吃根香蕉。哦，看什么？快吃你的面来！我就把话放这，别想惦记我的鸡腿，今天我好把它看得死死的。一个人。宝宝，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酱黄瓜呀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好吃。嗯，又脆又嫩。叮叮叮。嗯，还不错，老婆，你要多买点，到时候我吃面的时候，我也想要吃这个酱黄瓜。放心，我买了很多。嗯。哥哥姐姐们，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呢是酱黄瓜。它是宁波的特色手工美食，吃起来呢很脆很嫩，咸里面呀带点甜，打开呀就能闻到浓浓的酱香味，都是选用新鲜的黄瓜腌制而成的，口感呀爽脆，酱香浓郁，在你没有胃口的时候用它来配粥配面配包子馒头配米饭，真的好吃又下饭。现在呀有活动，9.9元发10包，拍的越多呀越划算，链接呢我放在左下角了，喜欢吃的哥哥姐姐可以拍单回去尝尝。还有活动啊老婆。对呀、啊。吃饱了吧？嗯，吃饱了。吃饱了，那我吃呢？你吃吧。哎呦，大鸡腿呀，这么多呀！老公，给我吃一个吧。你吃什么？吃什么？